请大家就坐。请各位来宾、媒体记者、先生、女士，我们就定位。那么，因为我们的那个，我们要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的议长、副议长的宣誓就职，以及交接。请各位贵宾就坐。那个我们的议员呢，也一样请就坐。应该可以的，可以了，有了，好，高雄市议会第三届议长、副议长宣誓就职暨交接典礼，典礼开始，奏乐。主持人就位，宣誓人就位，请议长、副议长就宣誓位置。宣誓人就位。宣誓，请议长、副议长举右手，宣读誓词。宜誓以至诚，恪遵国家法令，尽忠职守，报效国家，不枉费公帑，不滥用人员，不徇私舞弊，不收受贿赂，如违誓言，愿受最严厉之处罚。谨示，宣誓人。高雄市议会第三届副议长陆淑美、许坤炎，请宣誓人在誓词上签名。谢谢。主持人、宣誓人请复位。监誓人致辞。
高雄市议会新当选的许议长、陆副议长、监交人行政院邓正中政务委员，以及来参加宣誓暨交接典礼的韩市长，各位议员先进，各位女士先生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天非常高兴来看到高雄市议会第三届大会的成立，然后66位议员的宣誓也都能够圆满的完成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也看到后来在整个议长跟副议长的选举过程中非常的和平，也非常的平静。我们再次恭喜许议长及陆副议长，也期许高雄市议会第三届的大会在各位议员的监督之下，都能够为我们全体270多万的市民来谋求更大的福利。在此敬祝议长、副议长还有各位先进、各位女士，大家政工康泰，各位身体健康，谢谢大家。监事人请复位，监交人就位，请行政院邓正中政务委员就位。现任议长就位，请陈秘书长顺利代理。是我们第二。